缔结的婚姻是庄严，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。并为这个原因，进入结婚证书上签名之后，两位就可以正式的成为合法夫妻。Elva， 你是不是愿意，而且还是一心一意娶阿 Cat 作为你的终身合法妻子？我非常十分超级愿意。对自己承诺咗，都会照顾你哋嘅。我连续喺第872日嘅朝头早同你讲我爱你，我承诺呢一世都会爱你，直到我哋满头白发，我都会拖住你的手，我们可能去西贡买猪仔包食，去看日落，去我们秘密的地方看星星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你可以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，你的生活不需要变，只是多了我郭俊文锡你。我承诺这一世都不会变。好多谢你揀了我做老公，我会好好去学做个好老公，往后的日子请你放心交给我，我会做棵大树在你后面为你挡风挡雨。俾掌声。生命全部交托给我，在我们一生之中，无论是
顺境、逆境，我都会爱你一生一世。我恳请在场各人见证，我冯淑仪愿意你郭俊文为我合法丈夫，我爱你。Yeah.